乐团啊，他们每一首歌曲呢都是特别有备而来，为了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粉丝朋友们哦，来特别来精心的来准备。当然把握最后的时间哦，还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哦，在我们的森林秘境区呢，我们的那个摇摆热舞的体验呢、哦，如果我们现场所有好朋友呢，哎，大家有空的赶快哦，免费的报名，免费的来参加，还有价值超过500元的精美好礼来送给你们，东西免钱哦。特别也是要来欢迎欢迎来自我们全国各地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到2023云林海洋音乐季哦。那再一次邀请我们现场与会所有的好朋友呢，大家可以拿起手机，在我们2023云林海洋音乐季以及我们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跟我们漫游云林，慢慢的慢，游戏的游哦，漫游云林的 FB 粉丝专页，帮我们打卡按赞一下，很多很棒的资讯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。也邀请大家哦，拿起手机帮我们下载漫游云林的 APP， 然后在我们现场呢，在服务台也可以兑换免费的好礼送给大家哦。那当然，今天的 Happy Hour 的时间，等一下来到4:30，4:30是我们的咖啡免。费的来做兑换哦。那今天特别也要感谢到我们的善水咖啡哦，很棒的咖啡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。想要喝的好朋友呢，可以先到我们服务台先来排队哦。哎，真的哎，主办单位很贴心哦。你知道3点的时候就冷泡茶，免钱，免钱呢？对哦，啊3:30啤酒、秘鲁，哎呦，这个喝到好了。你知道吗？上好啤酒，真的，上好的美秘鲁叫做上好啤酒。上好的物件拢伫家啦，对对对，上好的拢伫家哈。来，还有我们的香醇咖啡，现在4:30的时候善水咖啡哦。那5点的时候呢，草莓冰淇淋来自我们的福家草莓园哦，我们的一婷他们家的草莓冰淇淋，跟大家一起来做免费大放送。那5:30呢，凤梨的果汁，特别再次感谢到永兴果铺，我们的二轮上好酒品以及我们的善水咖啡，跟我们福家草莓园，还有我们的虎尾海中堡哦。那今天来到这边摆摊的每一摊哦，我觉得我们在舞台上很不公平哎，你有刚刚就胖哎不？哎，哦，那个烤肉的香味一直过来，然后大肠包小肠，哇，哦，胖公公公公胖的，然后我们的那个豆花啊、冰淇淋啊，还有烤肉啊。绝配哈、欸，搭配起来。鸡蛋糕，维恩鸡蛋糕，然后那里的情人果冰很好吃，灰熊喝脚，我们刚刚有点选择困难的。对对对，现在如果觉得自己每一摊就都买一下，因为这个是我们主办单位哦，他们特别精挑细选的，每一摊都很好吃。没错，都可以试试看哦，都是很好吃的。对对对对，那把握时间呢，稍等一会，在我们4:30到5:30，在我们的副舞台区哦，大家往我们森林秘境区走进去。也有我们的勾时运爵士大乐团带来精彩的表演哦。然后台上呢，现在带来精彩好听歌曲的是我们阿米乐团，我们的博君老师，没错，我们的 OnePlus 第一名，再加上去的我们的 OnePlus 的吉他手，来带来好听的音乐、好听的歌声，跟我们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所有的我们的好朋友、所有的游客、好朋友，大家一起来做分享。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在我们2023云林海洋音乐季的 FB 粉丝专页帮我们来做分享。很多呢美好的照片、幸福的照片一起哦分享在我们粉专呢、哦。那特别呢，哎，拍到我的时候帮我瘦身一下，滤镜要开开一下哦。不是要帮我瘦身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来到2023云林海洋音乐季，每一摊都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，好吃好喝好玩，通通都在这里就胖了一圈。真的真的，我们吃一轮哦，直接胖一圈哦。对对对，当然真的，我吃了2个礼拜，上礼拜这个礼拜都在这边，所以大家的拍打喂食特别再次感谢啦。但最重要，很多人都是为了我们安。阿米乐团，我们两位老师精彩的歌声、精彩的音乐来到这里哦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博君老师跟我们的 OnePlus 老师 ，OnePlus， 他下面呢这超可爱的，应该有小朋友很像，是有点像那种这个哦，进来进来那种。哎，真的是，来来来，泡泡啊，来来来，泡泡啊，来来来，拍手，泡泡啊，姐姐啊，来来来来，有位，谢谢，来阿米乐团的掌声加上。尖叫声，好听的歌声送给大家。庆平歌乐园，各位。啦啦啦啦，尽情摇摆。来，双手借给我。右手借给我。啦啦。
可爱的四虎的朋友，你的热情在哪里？如果午夜别徘徊，来到苹果的原来，欢迎流浪的小孩，不要在一旁发呆，一起大声呼喊，向寂寞午夜说拜拜。音乐星光那边朋友刚刚够浪漫，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，这是我们的舞台，散发热情盛现在，让汗水尽情飘散，四朋友一下What's your name？ 接受这邀请函 ，I love you， 安慰我的不安。Don't you know？ 给我全部的爱 ，I need you， 安慰我的不安。双手跟着我，轻轻摇摆，跟着我，灿烂光彩，跟着我，灿烂光彩，照亮天空的夜，声音啦啦，双手摇摆。有空的朋友用手机给我，一起来！摇摆！四五的朋友给自己一个热情的尖叫声！耶！好，今天大家带着这个轻松愉快的心情，大家一起来嗨上啊！周末午夜嗨，喝到苹果的原来，欢迎流浪的小孩，不要在意跑跑带。一起大声呼喊，向寂寞午夜说拜拜。音乐渐渐红起来哦，样样都浪漫，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。这是我们的舞台，再把热情呈现在，让汗水尽情飘散，你会吗？告诉我 What's your name？ 哦，这个招牌动作哦 ，I love you， 你不安 ，Don't you know？爱你就安慰我的不安，跟着我，跟着我，跟着摇摆，跟着我，灿烂光彩，跟着我，灿烂光彩，照亮天空的一岸，啦啦声音，摇摆，啦啦啦啦，辛苦的朋友，嘿，来，还记得招牌动作吗？招牌动作哦。I need you， 招牌动作哦，这也很简单哦。Don't you know？ 这边有是有内心戏哦。好，准备喽，很热情。啦啦啦啦，摇摆。啦啦啦啦，这边的姐姐给自己热烈掌声好不好？耶！耶！给自己一个热情的掌声。哇哦！来来来，再一次哦，谢谢我们博君老师带进来，跟着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。来来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们现场前面中间的位置是留给我们这次专业聘请的摄影大哥。那所以我们如果其他的摄影人员呢，我们稍稍往后退一下。来，当然哦，这次活动哦，我们主办单位很贴心哦，我们文安处哦。处长呢，陈碧君处长跟我们我所有的工作人员也非常用心。那这次聘请到最专业的摄影团队，所以呢，等一下会把最精彩、最棒的画面，帮我们把每一个偶像团体都拍得又帅气、又美丽哦。所以呢，希望说我们现场中间围起来的位置呢，等一下就是留给我们这次所聘请的带有工作证的摄影师的位置。是的，当然希望说把所有精彩的镜头呢，跟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我们的粉丝好朋友、我们的游客好朋友，大家一起来做分享。那再次欢迎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到2023云林海洋音乐季。稍等一会，4:30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的好好的散水咖啡。最重要的老师，没错，现在是最后一首歌了啦。对，可是刚刚有人偷偷跟来上来跟我说，可不可以安口吗？乐团在安口，安口一首啊。然后我就说，这部分就要看各位的热情。加钱，来，等一下，希望我们阿明乐团再来安口一首的那个有没有？我们现场所有好朋友的尖叫声，尖叫声、欸，姐姐那边的姐姐很热情哦。有哎、欸，来来来，有了有了。
他们很舍不得让你们离开啦，所以最后的一首好听的歌曲，这次邀请到我们的博君老师跟我们的 One Plus 的老师哦，来阿密乐团今天最后一首好听音乐来送给大家，有空的好朋友是不是把你的双手接过来，前面好朋友右边好朋友凉亭上面的好朋友来，凉亭上的朋友热情叫声，欢迎阿密乐团哦，这首歌这个我们的 Annie 老师也是可以跟着一起唱哦，来一个蹦蹦，哎，也有蹦一下啊。谢谢谢谢阿美乐团带来精彩一连串的歌曲，跟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做分享，有空的好朋友来一个热情的掌声加上尖叫声，谢谢。老师哦，跟我们的 One Plus 比第一名还要再厉害的 One Plus， 哎，第一名个加起来，个加起来，个加起来嘞！来，谢谢阿米乐团带来一连串精彩音乐，跟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来做分享。那接。